people born in year the rabbit, they are in some kind of conflict. 在风水来说，就做太岁，就是犯了太岁。做太岁的朋友呢，就不适宜。那马的朋友相对这个兔呢也是犯太岁，所以今年好几个生肖都犯太岁。那马这个太岁呢就破太岁，破掉的破，破坏的破。破太岁来说呢，就是看他做什么工作了，比如他做爆破的工作，做装修的工作，做那个拆房子的工作，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否则呢要小心注意，小心以外，比如开车要小心啊，工作也不能太急，要小心。那感情方面来说呢，也是犯破，就多听小讲话，小争议，不要一开口就吵架，这个千万要注意。还有呢，这小毛病小以外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可以在年初的时候呢去捐血的话，去检查身体，验身抽血，把有可能的意外减到最低就好了。恭喜发财！